来介绍什么？我们来介绍这种荧光笔，它是按压式的哦。按压式荧光笔做按压式，我听不懂。因为一般荧光笔都是有盖子嘛，它这个没有盖子，它就这样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而且你看它缩回去，完全看不到颜色哦，因为它就把它封住，然后这样打开。而且啊，它这边有一个夹子，你可以夹在书本上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好亮哦！还蛮鲜艳的，可以画重点。好亮的颜色哦。可以画重点哦，而且你用好压一下就缩好了，不用再去找盖子了。可以随时就是放在铅笔盒里面，不需要找盖子。而且你也不怕不小心盖子不见，它就干掉坏掉。试看绿色的。绿色的，青草绿。哇、哦，好荧光绿哦。嗯，还蛮鲜艳的。我觉得它的这很适合按压功能真的很棒。真的，而且它是画重点很好用。对啊，这样子在写字的时候，因为这常常在用。所以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不用找盖子，好，放在旁边，换下一支笔。对啊，方便方便。方便哦。这就是今天介绍的荧光，而且是重点是按压式的哦。